2月15号早上7点多钟，武汉大风啊，大风暴雨、啊、现在准备去上班，骑自行车去上班。车子是我昨天晚上回来藏在这里的，因为现在自行车也很难找，有没有公共交通，私家车又不让走，只能骑自行车。如果不藏在这里，可能今天早上自行车都没有。那今天看快递小哥的车都还没有出去，天气太恶劣了，据说今天还要下雪。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今天太冷了，温度从昨天的10多度突然降到差不多0度了，有点冷，手都冻得直抖。下的稀里哗啦的，有句诗怎么说来着？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，我们这选择了深陷也是要风雨兼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骑了这条街上感觉整条大街都是我的，骑出了秋名山飙车的感觉。哎，致敬我们的同行者，这种天气也在外面摆摊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也有人还在买菜，下雨都摆摊了，大姐你们这，哎呀，辛苦辛苦。繁华无比的徐东大街啊，小品帽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警察在这里查车，辛苦辛苦，这么大雨还在查车，全身湿的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